我是铁道旅行牌子的，我在2008年1月23号中洲站11:12分。主要是31874金融三线卡投资人员86986位下圈号，在中洲站关闭车门，准备驶离。有相片看完的都点不到，举光片。有一个字是31874金融三线卡投资人员86986位下圈号，在新竹站准备驶离，不是中洲站。拜拜，31874金融三线卡投资人86986尾下圈了，已经在中站驶离，谢谢各位，那些片刻完整都点不到，去观看片，再见，拜拜。